开局两排不能炸的樱桃，什么鬼？你能炸？随便随机植物，什么情况？有路灯花，怎么可以看到僵尸？有巨人，橄榄球。二爷，僵尸一般般，直接随机吧。小伙伴们也可以暂停看看，你会随到什么植物吧。这你妹的，我严重怀疑有内幕呀。花盆、荷叶、向日葵，没有一个能打僵尸的。大夫，赶紧给我出来，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福利局怎么都说这樱桃可以炸呀？那别废话了，直接打开所有僵尸罐，咱们就来试一试。我去，这僵尸罐还是叠加的，现在啥也别管了，什么叠加不叠加的，反正我是一颗攻击植物也没有，爱咋咋地吧。就这些僵尸，就算樱桃能炸，好像也解决不了吧。大夫说福利局，反正我不管，这局要是输了，就算是大夫输的。现在稍微加速一下，看看是真正的福利局，还是大夫逗我们玩。我去，这樱桃被巨人锤后真的可以炸呀，真是福利局啊。等会剩的这几个巨人，别着急说福利局，好像要有变故了。哈哈，一路还剩一个巨人，但是没有樱桃炸弹了呀。大夫，这怎么说，这还是你说的福利局吗？我卡槽里随的没有一颗攻击性植物，这局挑战失败可是要算在你头上了。最后我宣布本局挑战失败，大夫占100%的责任。